不光是因为这么多歌迷朋友们这么多年陪伴，很多我都认识的面孔都在这儿哈，好朋友相聚了，是不是？除了你们之外呢，我还有很多朋友都来了，可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然后让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。你们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间我在干嘛？还记得那个我们一起累过、哭过、笑过的那个综艺吗？今天呢，来自我们凹凸组的二姐张歆艺，我们家人组的唐。我最亲爱的芒姐，宋芒姐也来了现场。昨天晚上看到我朋友圈，然后跟我说我可以今天来吗？我说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嘉宾哈、本来他今天应该在台上跟我一起唱，结果呢因为他想来的太晚，所以呢没来得及报批，所以他就只能坐在那里了，对不对龙龙？是啊、我们后面找个时间一起好不好，龙龙可以吗？你没化妆是不是？素颜。哎呀，谢谢你们的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一趴我超喜欢的，唱唱歌，然后很近距离的跟你们像聊天一样，然后跟你们说说情。讲一声 hello， 对不对？你好。能听懂啊，这首歌就叫你好。好多人不知道，所以你好这首歌叫你好。大家今天都从哪儿赶过来的呀？我看到多少是北京的啊？有多少是从外地来的？你们厉害！我看看，有谁是一个人来的呀？有谁是两个人来的？有谁是一群人？啊，我好无聊、哦，算了，我换个话题好了。你们有谁喜欢刷微博的？我看一下。一样啊，我也喜欢刷微博啊，我每天刷微博刷到不睡觉啊。你们经常看到我半夜两三点还在线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看你们给我留言。我戴上耳返吧。你知道，真的，因为你们太能说了，你们能说好多我都看不完。而且呢，你知道我演唱会有很多站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总在里面呢说你们想听什么歌，然后我就在尽力的把这些歌都塞到我的演唱会里面去。比如说这一首，这一首呢就是目前我统计下来呼声最高的一首，它叫什么？我弹的不像，这样吧，然后我们一起弹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歌了。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东西啊，我自己学了好久，经常是就刚学会，然后过两天又忘了怎么复原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每一次旋转跳的时候呢，他都有一个什么？他怎么打断我好不好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等一下再聊结婚的事儿嘛。你先让我说完，我在说这个魔方呢，每一次转动它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际遇。哎，你这样我讲这种很正经的话题的时候，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聊。对不对？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这个魔方世界的主题，
想着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因为就可以展现很多面的我，对不对？把很多面的我展现给你们。因为我的音乐风格你看就是很不一样嘛，前面一开始对不对，有一夜成长，有心跳，有 want you back， 然后中间我又换了一个那么美那么好看的造型，然后现在我又在这儿给你们弹 unplug， 对不对？就是想说这个很多面的感觉很符合我们魔方的这样的一个主题。但是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、哦、开心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嘛。本来是可以早点见面的，对不对？但因为很多原因，所以我们对啊，知道以后多见面，所以等了三年了终于见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第一场多开心。这三年的时间里面我经历了很多，我相信你们也经历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我今天站在这儿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今天有了底气，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底气。所以今天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天。为了今天这种相遇呢，我希望我等了很久，你们也等了很久，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。所以呢，我想今天跟你们说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我们。谢谢你们爱我，我们一起互相成全。是我好看还是衣服好看？衣服好看。这个造型温不温柔啊？那你们喜欢温柔的吗？谢谢谢谢，这条裙子我其实选了很久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。因为今天呢，特意在这一趴为你们选了几首比较唯美一点的曲子嘛，所以可能搭这条裙子没挑错吧？要讲结婚的事，因为呢，魔方世界里面的我呢，就是有很多很多面，这也是为什么会把这次巡演的主题叫做魔方世界嘛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是我的演唱会，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所有面都展现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还有 MV 提前看的福利啊、哦！刚刚你们有看到一些画面啊，是不是？好羡慕你们啊！接下来呢，我想唱一首抒情的歌曲，对于那些有故事的朋友们呢，可以仔细听一听，因为我写的歌呢，通常都是给有故事的人写的。哎呀，太激动了，脑子都要。这是一个意外，你们不能外传。已经看了这么久的我了，是不是也看一下你们啊？我们把摄像机对准台下的他们，好不好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你们都今天都穿的什么，有没有化妆？我可以看，我看一下吗？随便找一个，好不好？我看，这是。这是穿婚纱来的吗？是有人要求婚吗？还是你自己想把你自己嫁出去？你要嫁给谁啊？我好怕、啊、那个是什么？哇塞，可以，对，是自带妆发造型来的啊。我看有没有就是穿那种 T 恤裤衩来的，我看看，来找一个，我找一个看一看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其实只是想说一下，我们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其实呢，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呢，曾经的我自己呢，也是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刺猬。
怎么了？是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们看到什么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已经学会跟我自己和解了，所以我也常常的这么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我说得先爱自己，然后才有力量去爱这个世界。有刺又何妨？做自己最酷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这么说。我打算为你们带来一系列的歌。我说你在唱什么？好，今天我有太多人要感谢了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我的巡演出品公司安西 Group Asia， 还有我的经纪团队，我的丢丢们，你都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主办方 MC Live Global， 还有我们的工程统筹 ITC Systems Global 11 Production， 还有我们公益计划 One Love 公益合作伙伴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，特别感谢 MC 巡演团队，我们的总导演葛大中先生，还有所有的制作团队和执行团队，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总监 Kenzie 老师，以及所有的乐手老师们，还有我们的舞蹈总监 Bonta 老师，以及所有我们可爱的舞蹈老师们，还有我的妆发造型团队，对不对？我的帽子刚掉了，哈、还有就是我的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独家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、新浪音乐、新浪演出。好，还要特别鸣谢北京公安、文化、交警、消防等工作人员们，就是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人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次没有弹钢琴啊，有钢琴的意思难道是我要自弹自唱？等一下，那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什么？我们玩一个听歌猜歌名的游戏好了吗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这加掉才能听到你说。好，来猜一下，什么歌？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哈、啊。这首歌你们应该每个人都会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新专辑里面的歌啊，新专辑你们都买了吗？都听完了，都练会了。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呢，它是一个两个字的歌。我就知道你们猜不准，还好就第一场，嘿嘿。我觉得但凡你们猜一下，都留不到第二场去，你们就知道答案了。你看啊，是一个两个字的歌，但是我大部分的歌都是两个字的，确实是不那么好猜。它是我专辑的同名歌。我告诉你们答案算了。我怎么弹来着？我想一下。刚刚那首歌有没有带你们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？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很执着于一个东西，它也是红色的，它叫做小红花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节目里面有一种东西哦，哇塞，我每天都想要，就是那个小红花。是，他们肯定记得，那个小红花呢是给我自己的，也是当时给我们队友以此鼓励的。但现在呢，这个小红花呢，是给我，也是给你们的。因为我知道呢，在每一个年纪，在每一个时间段，每一个阶段，大家都很不容易，都有自己的烦恼。
我也爱你们，但是他们不妨碍我们还是会有烦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独立生活的同时呢，能够给自己快乐，然后也把温暖带给别人。所以希望我今天晚上呢，我能用我的歌声来治愈你们，给你们光。当然了，你们也见证了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刻，然后陪我走完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所以呢，感谢你们能来。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呢，今天没有来这里，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场，对不对？还有大把时间啊，还有很多次机会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人生的这个小小的舞台呢，走向大大的世界。每个人都送给自己一个小红花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这首歌跟花有关。我穿多了。今天你们玩得开心吗？开心的话，我们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把手机拿上来，我想跟他们一起拍个视频吧，我们转一圈。我看看我在哪儿，我在这儿，等一下换个手机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没有了，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你直接给他打开。在里面，然后我过几天就发到网上去，你们再来找你自己好不好？现在几点钟啊？怎么这么快？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啊？就剩一首歌了，哇塞！最后一首歌你们要不要？哎，你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你们明明知道我这首歌的名字，你们非要喊不要。好，不管你们要不要，反正呢，不快乐的我不要。你们跟我一起喊一下好不好？因为等一下需要你们配合。不快乐的我不要。不快乐的我不要。对了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不快乐的我不要。好了，太棒了，等一下就这么喊了，来吧，不管你们要不要，要不